然后了解一下 ABS 整个对于安全的情况，就了解到说我们 ABS 如果要使用的话，就是把它压到最紧，反正就让它的整个效能发挥到极致，对，要让电脑来做控制，对自己尽可能去避免危险。我觉得防卫驾驶是一个每个驾驶人还有每个行人都应该要有的观念，那大家一起建立这套良好的习惯，我们才能让道路驾驶变得更加安全，然后减少这些车辆意外的发生。